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我就发现这梦魇一出啊，就老碰那种不太好打的人。那瑞文这英雄怎么打呀？这瑞文呢？看完呀，一会儿再看吧。游戏开始了，还有一分半啊，一分半。这波我们差十二个飞机啊，12个飞机能完成。谢谢就想中奖 XD。谢谢我欠费一，现在是四分之一啊，还有50秒，最后的50秒钟。收滑了，挠一下 ，A 一下，滑了一下，收一下。还有30秒开奖啊！谢谢会上瘾，这干哈呀？这打完个蓝就过来赶客了。谢谢阿丽，还有20秒了啊！现在是1/6的中奖概率，最多的就送了一个飞机。这人呐，打完蓝 buff 就过来。谢谢可爱喵的亲叔叔。哎，这两个人我指定是闪现了，装闪现咱也没办法。谢谢小耀新任社长想太阳，恭喜小耀。可爱喵的亲叔叔这都没中，可爱喵的亲叔叔。这黄子上路来了我3趟就直接就不走了，就打完蓝 buff 就住这里，就不走不动了人。我都不知道他想干啥。兄弟你千万别出右装啊，你千万别出右装，你就得出这虚区装，你把虚区装出满啊，你看我飞不飞你。我们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哎，但是打的瑞文不太好打呀，而且还是瑞文的人头。这黄子的人头还好了，他应该会出一把长剑加一个多兰剑。这我管不了啊，兄弟，这怎么管？他又拿了个人头啊，我的天。现在对面这个瑞文能比我们多得过他，但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攻速跟他硬打。挡掉，完了，我车丢了，收一下，滑了一下，这波我们5级，他如果塔下3级，我们能把他杀了，就血赚。舒服了，这瑞文塔下一杀就这就不一样了啊！塔下这么多兵敢 A 我，确实是有胆识，兄弟。都走了，还追？我都不知道你追啥。我划了你，划了你，拜拜。对，塔下兵你一个都别吃啊，我回家了。
这样的话，我直接来个巨石短臂加个皮海了。马上升六，这波有红，还可以杀的。你其实不用来，你先别上，我马上六。他跑得很快的，你先别上，别着急。哎呀，把他收掉。哎，快帮一下冰女儿！来来来来，往这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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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救 ！Q 一下，可以，好大！先杀皇子，阿卡丽恐惧道 ，A 一下，三杀吹波 Q， 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把皇子蓝给我打了，你大爷的，个老皇子！还放了个针眼儿搁这里，完了！走了，回家了。这东西1900，这个瑞文我满血试试吧。满血试试啊！只要我 W 技能能挡住他的一个技能就行，随便挡哪个都行 ，Q 了 W R 都可以。在这里插个眼儿。让他来，先抠他破骸骨。这里我知道有点假装在这里回城啊，跟我俩搁这装还装。皇子来了，我看好像像啊，像皇子可能到了。我溜了，你这有点膨胀啊！我这一看呢，再吃他两层塔皮。再见，我跳弹走了，拜拜。你打吧，这我帮你打一打。这瑞文很生气呀，那有伤害吗，兄弟？砍死他！那我正好，我们再吃一个异血塔再回家吧。我知道，我肯定吃异血塔，但我不给你吃。好像不用放峡谷也能吃掉。
黑吧。走了，不打了，实在是打不了了的。还追呀？啊，还追呀？我跑的。气坏了，气完了，气的，这真是气坏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来个西地海，出个这个，再出个这个，往下走来。等我啊，等我。剑圣把这绿纹收了，我们去下路把这黄纸收了，在这等着黄纸，百分之百要赶客，但是具体再在哪赶客我不知道啊，可以往前压来。怎么R不到这个女警啊？哇，人有点多，先把这绿门杀了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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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位，走位，走位 ！W 就一手 ，Q 一，你有查克拉吗？你跟我玩？他要回来了！哎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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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吓死我了！我来放个峡谷先锋，这女警这么不怕死？嗯，为什么呀？让我们吃一波馅儿。还好我出的不是木印。是血色之音，走回家了。说现在想谁死？嗯，说想谁死谁死。没有人能在我的面前活过三秒钟，没有人。嗯，没有人，黄子找他去。这阿卡丽整个日炎，我是没想到的。黑吧，把他杀了，致命点炎，不用追了，要不点炎死了。下路收兵去，攻击力稍微差了一点。呀，一个人敢在塔下玩，我没想到啊，这女警我是没想到的。狂妄啊，跟我在这狂妄是吧？好小子，我跟定你了，我找到你了，敢在塔下收兵，我没想到。哥们俩狂是不是？我先打个红去啊！我感受到你们的恐惧啊！An ally has been slain.
分。等个九秒的。我这波能上不？他们如果都在塔下还行。算了。刘哥给我顶走了，还追呀？还追呀？啊？还追？你们可能是没想好，我觉得。嗯，你们可能是没想好。上剑圣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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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漂亮剑圣！你们嫂子给我整的小蛋糕，行不行？小熊蛋糕，不是我做的，整的，买的。来个啥呢？夜印之风，给它除了，有点脆呀。来红宝石吧。现在我们的大招56秒一个。你不发过吗？那这也没办法立起来呀。这是你们嫂子给我整的小熊水果盘，小熊水果盘。这也干起来了，这波应该不用我。这女警还没出来呢，我来看看女警搁哪啊。你在这里呀、你在这里呀、原来你在这儿。为什么一个 QQ 不死后排兵啊？回家了，小龙吧。小龙吧，兄弟们，这刘要干什么？这刘要造反呢？这刘杀皇侄，刘哥往哪走？刘哥。空大了，不行了，我得走了。剑圣死了，差了20块钱。受不了了，现在的 AD， 我上赛季钻山，这赛季30连跪，我还没见过30连跪的人呢。你是不是干啥坏事了？你指定是干坏事了。你好好想想最近干什么事遭报应了。你这是能30连跪，我是真没见过。兄弟，把这皇子杀了，让你赶扣我，让你赶扣我，让你赶扣我。刘哥你还敢帮他？刘哥我是真没想到。刘哥你这属于认贼作父。瑞文想追不太好追，这个英雄不好追，不追了。你瞎玩都不可能30连跪，是谁到了30连跪？那这肯定能赢一把的吧，马上就赢了。你就送，我跟你说，你把把送，咱前提是不封号啊。
你就把把都送，就硬送，都可能都三十连跪都出不来。你的队友啊，指不定哪一把就特别的狠。女警死了，女警死了，这杀谁呀？那阿卡丽出日炎反甲，这是什么图啊？女警应该到位了吧？看看女警在没在啊？呜呜！我一看这女警就是到位了。杀皇子儿，这没到十六级，这大招的CD还是有点长，50秒一个。你在全血呀？拿下。吃一口小熊蛋糕。